家好，今天来特别推荐一个拔丝香蕉，外脆里嫩，香糯可口，吃时沾水拔丝，香甜可口，清新。再来一道健康可口营养的五彩炸锦，瞬间餐桌五彩缤纷，宴请家朋好友，好推荐。拔丝香蕉的材料有香蕉、糖、柠檬，五彩炸锦的材料有红心、黄椒、黑木耳、西芹、淮山、燕麦，就能做一套美味的缤纷炸锦。的美味组合，期待下次与您素食有约，一素一菩提。